你声音等下先调小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我等下会一直尖叫哦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等下的，我应该等下就烧瞎了，我真的没办法哦。我们食材不能用买的就好了吗？踩上去吗？可以可以踩，可以可以。我如果在这里面跌倒，我等一下就要回台北。这边你们就可以下水了。好，来，来这边了。可以站着看没关系。可以啊，他们怕也是看不到啊。这边。他知道你怕他等一下会滑进去里面呢。哇，你吓到我了！天哪，你吓到我了！我不会下水的、哦。然后嘞，你说我们要捞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把它捞上去上面。好害怕踩到。哎，不会不会，它会跑掉。它会跑掉。哎呦！哦。哦，现在这边是最活泼的，台湾现在鳗鱼最健康的都在这边的。哎，抓到！哎呦！哎，这就厉害了，厉害了。换你了。然后嘞？就说用捞的，你是耳聋是不是？有下去吗？好，那我捞了。Hello， 要学你，学你油饭，你敢愿意？愿意教我教？等下给你教倒来，好嘛？下给，好。你吼，你要拣迄落较旧的。这个较袂遐烂。那做较旧的米。就伊会较烧水，较袂拔水。所以咱新米较拔水。这么来吼，三。我是拢先甲浸啊，浸到半点钟啦，浸半点钟，啊再过落去迄落伊落去的迄个菜刀内底来出来，反正有咧青烟啊、冒烟，有咧冒烟，冒烟，5分钟，再5分才行。你稍等一下，你给我一点我机会下去。哎，你讲话较紧嘛，因为你做50年嘛。啊，一下下较慢啦，嘿，安尼。你讲，嘿嘿，拍摄，跟我再讲一摆，我看一下。重新确认一下。哎，下来安啊，刷刷等你啦。哎，那三字经给我讲讲出来，这敢会报的哦？我替人加掉啦，还是我甲哔哔哔？阿峰啊。哈哈哈哈哈！拜托一下，我是想讲哦，今日当给你买一个米啦，你讲的老米，啊个猪油啦，给你买啦，免你提我啦。叫啥呢？阿峰帅哥。哎，小三分哦。哦，真的好吃，你赶快多吃点。安尼，那我两碗白了了嘛。哎呦！哦，来了！阿哥五一喽，低油，低油，这种低油哈，再加头鸡，加一个肉燥而已。低油，哎，好香哦！八十，什么80米？80，安尼都阿华姐，免钱啦吼，免拿红钱啦。我讲美女呢，美女帅哥呢，啊，你嘛是帅哥啊，对啊，帅哥啦，啊，安尼，甲你骗敢好？袂啦，无骗。其实那时候收到要来北港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蛮兴奋的，因为阿公是北港人，所以我对这里是非常熟悉的。因为我小时候真的都在这里放鞭炮。对啊，都很清楚。但邻居都还是长一模一样。都现前面那边比较一样，现在这个应该都已经搬走了。后来我们就开进去，发现阿公家不见了之后，就想说，不然我们还是去 Seven 买点东西好了。
但因为那个入口的对面就是一个观世音庙这样子啊，那时候小时候阿公阿妈就说我是他的干儿子，所以我一直都记得那一间庙的对面的路就是我们家这样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里吗？我小时候都在阿公阿妈都在这里拜拜，所以就是要过一个马路，我很记得前面那就是我们专门拜拜的地方啊。的确改变是蛮大的，但是对于这边亲切的感觉我觉得都没有改变。这边最有名的是麻油啊，这家很有名，麻油厂。来这边就是要你好，哎，考可以考给你吗？是阿奇，你无熟悉。OK， 你要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刚才即马你才闻到，你有闻到那麻油的味道？香，很香，真香哦。那我们的章鱼烧里面加麻油或者是白香油，它不复合。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但是我觉得是要有那个香气了。香油我觉得可以，香油写在了。OK。另外一个产品是什么？玉米干啊，够啥？麻酱。麻酱哦。这是芝麻酱，哎，芝麻酱哦，这是白的，这是拌面的啦。那黑的是吐司的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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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，多吃这个头发才会黑呢。对。哦，那我们需要。我们两个就吃太少。我们一个白芝麻油，啊，买白香油，一个黑芝麻，黑麻纯麻油，然后一个芝麻粉这样。啊，你一包芝麻粉。啊，你偌济？啊，你偌济？加。阿你话侪啦？没有，1200，阿你可以1300啦。1200。加咪啊！1200，你有良心无啦？你安尼哦，这间这工厂这大间，1200，你要搞起1300，你数下哪会这歹啦？你数下真正这歹啦！稍等下啦，我先给讲一下嘛。什么？开始咧讲介绍。嘿啦，头家娘，我唔是讲我无爱立钱啦，啊实在是阮哦排到真拢了几落万年啊啦。啊，因为我嘛咧做善事啦，这两罐1200，啊这一罐偌济？600，啊你也无俗个，也无算较俗个。这个三年嘞。啊，这个是偌济？这八年尔。哎呦，我根本收两倍。很有名的。天哪，我觉得台湾现在美港遇到对手哎。对啊。是啊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啦。讲笑，你听阿爸无无，我无爱个人迎接啦。好啦好啦，1200有啦。好啦好啦，阿边走啦。哎，这2000哦，这个2000，这个2000啊。1000，好啦，我200啦，我200啦。无啊，爱互伊走。啊，无人生的啦，啊你无你，哎，走我爸爸。谢谢哦，老板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领大赚钱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好好。那我想问你们有卖花生粉吗？有。我们也需要花生粉。那我们想要一包花生粉。加送给你。哦。头家唔好安尼啦。我唔当安尼啦。我倒出钱。哦，你比拄只迄个头球女，头家女较好呢。唔好，我未讲话啦。但是伊唔敢拍这啦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颗粒花生酱微甜的，微甜的来，黑芝麻酱微甜的，跟一包花生粉酱。头家偌济啊？变啦，三面哦，你要三面哦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我们一起来，1、2、3，谢谢。